喂喂喂，多谢你的回应。我叫文家辉，即是文家辉王的意思。你好啊，我的名字叫做颜少佳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这里。你到大几啊？我是三年级的学生。即是你大过我啊？我以后叫你师姐得不得？不是啩，我虽然是七九届的学生，但我早入学，可能我们年龄一样啦。你说的七九届不是1979年的七九啊？我们讲的七九届一般都是指1979年咯。我是02届的，即是2002年入学的，现在是一年级。哈，这样即是说你是由下个世纪走来跟我讲嘢的啦？没错。这个自己说在2002年来的人，他玩你的。这个人一定是骗子。听起来好像个游戏。都没玩。站这些年，是否因为不相信命运，才等一个道歉？在哪一天，在哪一年，爱断了线？什么频道让你听见我的想念？你哋唔相信爱情啦？